哎啊，这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孕妇的扮演者庄园啊，哎，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，因为这个作品呢是有原型的，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，是一个新闻事件，对对对，没错，给我们讲一讲啊。这是一件小事儿，我想大家伙儿可能都知道，但这也是一件真事儿，就发生在我们沈阳。嗯，经过几天的连夜创作呢和编导，最后著名导演帮我们呈现在舞台上。嗯。说实话，演这个作品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受了一些触动。哎，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和您该怎么办？嗯，通过这个作品我们感觉到了哈，也感受到了，如果真是我遇见这样事儿，我也不会躲，我帮你帮大家帮，你们帮不帮？棒，好啊，真的是一个特别充满正能量而且非常温暖的作品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庄园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别着急，往下的节目你想看吗？想看呢，那就坐这儿跟我们一起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笑料炖包袱，快乐谁做主？快乐我做主。朋友们，你们好。现在我们辽宁男篮可以说是太火了，我这个人什么火我就做什么生意。这个时候我开了一个篮球培训班，主要是想把朋友们培养成一个世界顶级的。我就说天生跟篮球有缘吗？必须的，出门都能捡，都能捡的时候。我说你这是你。没想到，对我简直太忠实了。我开什么班想学什么班啊？我是想学篮球，但是你开班啊？这是我开的班啊！走吧，哥，他能教啥呀？我能教啥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教的绝对是世界顶尖的师资力量，我们的设备可以说是最全面。你就说这班谁教吧？对，这班我有助教，不是我教。助教有助教。不是那个，你助教是谁？你告诉我呀。助教可老硬了啊！我二舅啊。拉倒。别走啊！我喊我二舅去。二舅呢？呀，我跟你说，二舅，他二舅都是俺舅呢。老姐儿，你扮的全是木头。木头。他舅。他舅。木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明。杨明，杨明，这杨明回来，杨明，别拽我，矜持一点，不是我省点啊。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二舅，辽宁男篮队长杨明。这是我外甥桂兰，桂兰老师啊，这个杨明老师教的话，我们就一定报班了。学，想学呀？对呀，想学还不一定教你呢。不是，为啥呀？就这身材，二舅。他能学篮球吗？这事儿听你的。听我的。这么办吧，啊，先看看你的反应能力。怎么看？二舅拿球啊，篮球竞技运动，首先先考验一下你的反应，能从我二舅的手中把这个球抢过来，我们这班就收你。抢那个，抢个球就可以。哥，那我不是，等会儿桂兰老师，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从你二舅手里把球抢过来就行？只要抢过去就可以。呛，我不行吧？先试试，试试也够呛啊！这个，嗯，我这么闹的吗？妈的，我这还蹦，哥，我抢不着。你咋这么笨呢？这不有招吗？你什么招？他不举他吗？哎呀，这不就拿过来了吗？怎么拿着了？不算，怎么的？都上格局的了，你说这什么招啊？这是，二舅别给他，我跟你讲，体育运动不带格局的，懂不？再者说了，你的亲属帮忙算啥呀？你这不是等着，那我也有招上。
能行吗？行。那我是再来，哎，不行，再来啊，再来，还再比划，嗯。二舅好。你好。郭教练来了。哎，你的妈呀！你大爷了，大爷了！哎，太大爷了！拿到这儿了，还郭教练来了，这什么招你这？那不郭教练搁那儿呢吗？不是，宝贝儿，快来来，我们拿刚才球，我们拿到了。嗯，现在球我们拿到了。啊，不是咋整的呢呀？太狡猾了，就是啊，不像话。还有招，还有办法，你看见没？不行，没事，行，我行。二舅好，郭教练来，我就说这招不能用吧？我也没招，这整的玩意儿整。呀，二舅，你鞋带开了。呀，还真是，帮我拿一下。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那鞋带啊，你得系好了，要不然上场比赛该摔了。是，对不？谢谢，谢谢。球呢？还他了？刚才不砸着了吗？对呀。你怎么能还呢？二舅，这就叫险中求胜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办啊？篮球运动咱们得运动起来，现在桂兰老师首先要求你回是进攻，回是防守，现场选那么一样进攻防守。那个我估计咱进攻够呛了，绝对那对兄弟咱选防守吧，体格上还能有点优势。我们选防守，防守二舅进攻，我对您有信心。好，上房子。哎哎，漂亮！哎呦，我还不是那呀，带劲呢，没防住，我这咱得用计，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行吗？行，再来一轮。还要再来一轮？再来一轮。加油，加油啊！哎，漂亮！人家又进了，又进了，不是呀，哥呀，这事儿不行啊！我想想，我发现他投球有个重要因素，什么？就是他得站着，想法给他撂倒。嘀咕什么呢？能行吗？行，不行，准赢，赢啊！加油，闭上。那个桂兰老师还有一轮没来呢啊！再给一次机会，最后一轮啊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对，来，来。呀！我的，哎，好，你往哪咕噜呢？他不是，哎，不是我咕噜的吗？你瞅准了，人都可上篮扣了。不是，那咋整呢？不是，不是，老师，我们实在是对抗不了，但是我们学不了了。想学球的决心有，学费无所谓，两倍，还两倍，三倍，五倍，五倍。二舅。五倍钱，这个但是五倍可以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？那个我兄弟特别喜欢你二舅，对，能不能让你二舅给我兄弟签个名啊？对对对对，二舅这过分不？给他签名，给人签一个吧。哎呦，签名太好了，给签个名吧，来来，谢谢二舅，太好了，杨明好，哎呀，太难得了呀，哎啊，怎么的？喂，哎，不是啊。没事，好哥还有，不是一笔好字，快点，哥，有没有？哎，马上给，哎，热情，哎，你手咋那么快啊？这个，哎呀，兄弟，二舅，我这边还有个班，那什么，不，跟我等这边还得是支教去。桂兰老师啊，怎么的？求你了，你看我兄弟都快哭死了。那个他二舅，你能不能这个无论如何给我兄弟签了？我这边着急签，谢谢他二舅啊，谢谢啊，好好签，这个千万别扔了，这个，哎对，这边他二舅，不是，我们要杨明签名，谁要他二舅啊？写错了，哎呀！
用全场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辽宁男篮的队长杨斌。欢迎杨队。接下来的比赛在什么时间开始打呢？接下来就是备战，备战下一年的联赛，大概在11月份。哎呦，秘密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你喜欢谁啊？姚明啊。你呢，连连？我喜欢这球。不是，这样，现场再帮我们签一个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写个日期吧。对，留一个祝福的语言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我想问姚明帅不帅？好，这个球呢会留到我们官方的微博和微信互动的好朋友，会到他们的手中。再一次感谢杨明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辽篮立下，杨明加油！加油！谢谢！再次感谢杨明，谢谢大家！谢谢！杨明有空看我们节目啊？一定！好。